现在的还能看见我的脸吗？嗯，现在我看到了一个脸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脸。是我。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。这个脸上有好多毛，是你吗？是我。是你吗？是我，你能看见我的手吗？我看不到，就是我现在。你能看见我的大脸吗？就是可能你还没打开摄像头。Hello。你把摄像头打开呀、啊。还有最后一杯，白萝卜橘汁。然后呢？你现在能看见我吗？现在我看到一个脸上有很多毛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你。是我。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脸上很多毛吗？你能看见我的手吗？你看不见你的手，你的手看不见。我能大概能看见我的手指头吗？看不到。哦，那你能看见我吗？嗯，我看到的应该是头像。